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81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分享 Kingdom 系列 Titan Class 的 Audible Arc 方舟。当然我们知道呢，在 G1 里头呢，方舟呢是不会变形成巨大的机器人的，但是呢毕竟这是 Kingdom， 对不对？或许在 Kingdom 系列里头的方舟呢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设定，所以在这一期里头的话呢，这个玩具呢也就没有所谓的什么还原不还原 G1 的问题了啊，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系列。而说实在话啊，在 G1 里头啊，方舟可能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我边边角角这个已经插到一个半山腰里头的一个形态。那么今天的这款Audible Arc 呢，其实它出现的时间非常的突然，我记得可能差不多半年前，不会很久的时间啊，我就看到网络上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图，当时我就说啊，看到这个特征啊，我说这是不是方舟啊，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就是一个 Audible Arc 的一个玩具，推出的时间非常的快。那他这里抓的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一个我们的狂派的帝王 Megatron， 但是呢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地方，这个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复仇女神号吧，也就是所谓的报应号。那依这个官方的这个习惯来说呢，接着推出报应号的机会是很大，非常的大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其实它后面的话已经对玩具的内容物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解说啊。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机器人，大概高度也是泰坦级，应该是号称将近60公分吧。然后附带一个小型的这个机器人，那按照它的一个这个直接翻译的名字的话呢，就叫做主机啊。然后它可以变形成这个所谓的显像屏一号啊，就有点妙啊，就主机变成显像屏一号。那附带还有一些小配件啊，像这个是一个金碟，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小啊，实体的话呢，这个一个是 Artemis Fowl 的一个人偶，非常的小，具体来讲多小呢，它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大小，我不知道我这个镜头能不能够拍得清楚，非常的小啊，我都不太敢把它从袋子里头拆出来啊，我很怕它不见了啊。那它也是有附带人物卡的，那我的话呢，妹子的缘分比较高吧，我就抽到了这个黑寡妇。那其他的话呢，就是一个变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方舟的形态，背后这里的话呢，展示了一个底部有支架，还有一个可以垂直放下来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装置。那因为我们节目呢都是从机器人做开场啊，所以这一期呢也不会例外的，我们先从机器人呢做一个分享。先来看这个附带的这个小型的机器人主机，它呢体型呢大概是比现在的低级高很多，应该有 V 级玩具的尺寸。整个玩具的做工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偏松垮的啊，各个部分特别这个头也是很松哦。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一块吸型扣啊，可以说是让我变形的时候呢几乎每一次都会掉，非常令人发指啊。那在那之前的话，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刚我这个镜头里头可能没有办法拍得很清楚，这个非常小的一个 Artemis Prime 的一个小饰品，如果跟它做个比例尺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它的这个 OP 的这个身体也只有它的一个脸这么大而已，可见呢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器人。那胸口的话有非常漂亮的博派的标志啊，那它身上的可动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头部呢是左右转没有问题啊，可以看到后面有一片透光的一个装置，我们给各位简单的展示一下它的一个透光性啊，这个地方 OK 算是还不赖的。然后手臂360度的转动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对，没错，有问题。后面巨大的背包已经大到了妨碍它的一个可动啊，然后美观的话呢我就不提了，后面的空洞呢这个各位你看一下都知道了，手臂的平举，二头肌的转动，手肘的话呢90度啊，拳头无法转动，腰身的话呢拆开这里的话呢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做腰转的，所以它也是有腰转，脚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也有一些接地的一个关节啊都是有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它的一个卖点恐怕还是可以变形成显像屏一号，可能还是它比较大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那么这一款 Audible Arc 的一些小配件呢基本上呢都是可以配在它的身上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变成一个显像屏一号，也可以顺便的话呢让它把一些配件的话都给展示出来。首先的话呢后面这个背包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挑开，直接的把它给松开来，松开之后呢往上提上来，你就会发现呢这里有一个小型的一个类似于雷达的一个东西吧，给各位做个
简单的小展示，中心是有银漆的涂装，后面是一个空洞，平常往上放啊，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还是把它收在内部，这个位置知道一下就行了。头的话呢给缩进去，两手的话呢打平到这儿。那打平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啊，注意了，把这个地方翻出来之后，这个部件转到这里，你可以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这里可以先扣上没关系，你稍微做个记号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这个地方收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打开，然后你会看到两张金碟。金碟的话呢一共这两片的话呢上面的图案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处啊，对，另外一处的话呢待会翻出来，两边的图腾是不同的。那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它往上抬一下，把它给顺势的从这个地方给组合进去，或者你把上面松开，其实最好是能够先扣侧边了，我是觉得先扣侧边，然后呢这个的话再用侧边，从侧边把它给滑进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方式。后面的手的话呢你怎么转我觉得不重要，重点是它的正面而已，而它真的只有正面的功能而已啊。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腰部的这个地方先扣进去啊，腰身旋转180度。好，再来就是呢把这个脚从这个地方抠开来，抠开来，抠开之后的话整个部件全部都给打开，然后呢把这个脚掌转成侧边，转侧边啊，转记录转侧边，这也是一样，把它整个打开，整个能翻的东西都把它给翻出来，然后脚转侧边，两脚呢先做一个合并，然后呢往上面把它扣到这个图里面，把它给扣起来，这从侧面来看就是有一点脚曲起来的感觉，把它给扣进去。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内部有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就是我说过啊，这个 C 型扣，这里你看它基本这个塑胶是软的，已经撑开了啊，一个不小心就会掉下来。这里有个沟槽，沟槽呢是到后面去，然后这里有个凸，凸的话是这样卡住，都就是这样的，它的造型就是这样子把它给 match 起来。这里的话这一片稍微好一点，另外一侧啊那真的是松的一塌糊涂啊，松的一塌糊涂。好，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地方你可以稍微再把它转正一点，因为这个地方脚掌的话呢是完全是浮力的一个角度，再把它给扣紧一下， OK 了，显像屏一号就完成了。从主机机器人到这个它的一个拟态，姑且讲拟态吧啊，其实还蛮好看的，而且这个配色感觉也是比较正确。那金碟的话再给各位做个展示，这个好，它是不同的图案，另外一侧呢就一样，各位知道就可以了。金碟的话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再收在后面，但它只能卡一块，卡第二块的时候就太松啊，基本上就会掉下来啊，跟各位提一下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呢就是不要太在意后面，因为它的重点真的是在正面这边而已。那我顺便再提一下啊，这个如果你要照比例来说的话好像不太对，对不对？这个如果你要照 G1 啊，我说过这是 Kingdom 嘛，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你只要知道一下说这个大小尺寸似乎是不太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超级电脑吧，超级电脑。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的话呢满满的这些科线啊什么，就我们就不多提啊，主要是看这些。首先这里有一个世界地图，显然博派想要征服地球已经很久，你看观察整个世界的一个样子，然后一个领导模块。那这是谁的能量表呢？不知道，可能是拥有能领导模块的人的生命值吧。然后中间这里就是一个 ARC 载具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里有一个应该是方舟这个机器人的头的一个造型，上方有一些心电图什么，可能是方舟的一些各方面的能力属性的一个状态栏吧。然后这个应该很明显看得出来，应该是 Unicron 吧，星帝吧， Unicron 吧，这有一张非常巨大的嘴巴，对不对？应该是蛮容易去辨识，可能有一直在监视着这个星帝的一个一举一动吧。然后其他就是各种仪表板的一个设置。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变形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算是有一个很好的致敬吧啊，就是方舟里头呢硬是有一个博派金刚们经常活动的一个舞台。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呢变形成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方块吧啊，就是呢它呢会缩到这个方舟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形态。从这个地方先把它给解开，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推开再解侧边，或者是从侧边不小心把它划开了啊。再顺词一提啊，
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去掉出来的一个点啊。然后呢把这个翻出来之后把这个合起来，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解开，这里抠出来，然后呢这个板子的话小心的把它给收进去，这里收进去，说小心是因为它容易喷溅，倒不是说它容易坏了。然后呢这一块脚掌的话就翻到后面去了，这个是完全翻到后面去，再把它给合回去，折这边再折这边把它合回去，两腿可以哦，对，这里打开两腿的话呢、不用打开，就这样子。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金碟，两个金碟可以呢再次的把它给收回去，这个地方把它给盖起来。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啊转到这里，你只要把两手顺势转下来，能够转到后面就行了。为什么呢？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地方，直线跟那个圈，直线这个圈我们要就是它而已。我们直接把这个脚啊直接往上面抠过来，你看到没有，这里不是刚好是一个方形跟那个圆形那个凸跟它那个结合吗？这样子一扣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我们应该讲的叫什么核心的一个状态嘛，就是待会呢它会以这个形态呢塞进巨大机器人的一个胸口，或者是说这个阿可的一个体内。所以说这个机器人的话呢，我是觉得有梗啦啊、哦、还是有它的一个 idea 不赖的一个点子在里头，但是做工来讲是真的是比较差啊、哦、特别是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个 C 型扣啊是非常非常让人恶心的，而且整个关节都是偏松的啊。我们现在就来看到它的方舟变形成一个超大型机器人了、啊、那这个直截了当的说，它是应该是目前我玩过了几个泰坦级的玩具里头呢，这款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吧，诚意度来说算是最低的一款啊。嗯，从最开始的一个猛大帅，然后福特啊、铁甲龙啊、萨克巨人啊，一直到这一款啊，其实它的各种噱头来说呢，是真的是比较少。虽然它没有设计上的包袱啊，但是如果你每一款都有入的话呢，我相信你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那它还有这几个这个特效配件啊，这个我们就不多提了，这个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它身上的身材的比例，然后这个腰部非常的细，好不好看？我个人是喜欢啊。它这一代的这个腰身，其实跟猛大帅的这个腰身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类似。然后身上的垫肩做得很大，再来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关节很紧，我们这样子拿它都不会散架。猛大帅呢跟福特的话呢，你这样拿平呢，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把它的一个要塞或者是军舰形态这样子顶了，非常的好，这一款非常的不赖。再来第二大的优点，它的脚底板非常的大，站得很稳，拿起来一放就站得很稳，这两点的话呢是我最喜欢的。再来的话呢，头雕我也觉得它的头雕算是好看的。好，我把它稍微拿近一点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面雕的话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根据吧，可能是来自于某个漫画的一个人物设定或怎么样。眼部也有不错的一个透光性。胸口的话呢，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啊。我们呢稍微的把它给打开，你就发现里面是空心的。这个空心的部分呢，就是要给我们塞刚刚这个东西啊。那塞的时候呢是这样，哎不对，塞反了啊。这个如果塞反的话呢是放不进去的，这样塞进去，感觉有一种把它填满的感觉，对不对？像是一个领导模块附身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扣上去的时候呢，顺便跟各位提一下，这里是有一个缺口在这里的，它对应的话呢，上边的话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那扣下来基本上。它的公差呢是算的有点准的啊，你要稍微去用力一压，基本上可以压到定位。好，这样一来，虽然呢这个玩具呢从侧边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空，手臂的这个内侧你可能觉得它有点空，但其实它还是蛮重的啊。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点都是整个凹进去，但它不是完全的一个空洞的感觉。那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还有一个变形的亮点，就是这个手臂啊这一块部件在变形的时候呢，还有脚这一块是会有一个联动变形的感觉。身上有很多的火炮，但是全部都是造型加涂装而已，也就是它就是模子做出来然后涂上黑色，完全不能够转动。那它的可动的话呢基本上也不算差啊，头部的话呢不是球关左右转，
手臂的话呢可以转360度。啊，各位应该领教到这个声音了。手臂的平举啊也是完全都有齿轮关节的声音。但是呢他的拳头呢就让人家很生气。他的拳头是令人发指的。他只有这个拇指啊，这里根部，拇指的根部可以动，然后其他四根指头共用一个根部关节，他没有办法握拳头啊，他只能够这样子动，跟这样子动，啊，只能这样子动，啊，看得我拳头都硬了、啊。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下，你这个指头只有给我做这样子啊，真的是有一点让人恼火啊。然后还有一些空洞啊，这就算了，啊，从这边看的话，你看这个。能不能去，因为我还蛮 care 机器人的一个拳头有没有空洞啊，包括这个食指里头有空洞，因为我觉得机器人的拳头，尤其你是超大型机器人，你的拳头就是要做得很扎实啊，就给人打人会痛的感觉才看起来才爽，对不对？然后腰身也是可以动，而且关节非常的紧实。脚的话呢前踢没有问题，而且难得这么大的一个脚，它的支撑力度还是可以。这个呢还是要归功于说它的一个紧实的关节，这是我给它很大一个加分的。再来是它全身上下涂装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喷射引擎口啊。当然毕竟这个方舟栽在山里头啊，就是这一带是经常出现在动画片里头的啊。如果你是以 G1 来做衡量的话，这个地方的涂装不好看的话呢就是太糟糕了啊。那么脚底的话呢接地就一点点，并不是说非常的大。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哦。首先的话呢，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先把它的腰部呢旋转180度啊，因为比较可能去忘记。哎，旋转180度之后，脚的话呢，记得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转到外侧这里，也就是把这个喷射的这个引擎口啊转到外侧，然后呢斜肩放进来，往上面推上去。推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有一块一个凸的，对应内侧是有一个凹，这样往上一扣就 OK 了啊。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把它收进来，这个玩具可以直接整只拿起来这样掰啊。我是觉得这个感觉就是由于关节很紧的关系，所以可以这样玩啊，这个感觉是比较不赖的。那到这个地方两侧把它给合上，那这里的话可以先把这个塔台的部分给翻出来，我们先把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小密合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些小裂缝，小裂缝就是靠这个塔台过来把它给扣上，这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补破洞的方式，但是又漏一个破绽给你啊，不愧是官方啊，永远是做半套，这个我也只能说真是太厉害了。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呵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说它已经变完了，因为方舟经常是只有这个画面而已。好，那我们就接着呢把它的一个上半身呢也给完成一个变形啊，这样看起来已经整个玩具已经小很多了。首先的话呢，这个手的一个变形，先把手这个地方给收进去好了啊。我们这个手啊，是直接的转到这个方向之后啊，你看到、啊、这样推进去，哎，这是一个小小一个联动的感觉，还是蛮爽的啊。这个地方好翻进去，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胸口这一带直接的往上挑，挑起来之后啊，这块部件啊，注意有时候会滑出来，因为它是没有锁扣，只是放进去而已。然后内部的话呢，这里有一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这一块还好，但是第二块部件啊在变形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是容易去掉的，而且我觉得它还是偏松了，没有打铆钉，所以容易去掉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关键的部分是把这个部分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这里两个部件往下翻。好，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啊做个简单的处理啊。首先呢手臂啊这里是灰色部件，它是有个锁扣的，我们把它往内推进来。好，然后呢把它往下放，这样子。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啊，应该先把胳膊啊这个地方，哎，这样子一推，我们先把手给变，应该先把手给变完啊。这个你就转一个方向，基本上呢你就合一下啊，这个手臂就把拼凑完成，然后都是一样把它给放到那一侧。你这个手啊，这里这个灰色部件啊，记得是有个锁扣，推一下就开了，然后手臂放下来，再把它转到外侧，转到外侧的时候就是要施一点力气啊，哎，把它转到外侧，这样子。因为它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刻度的，如果你齿轮的刻度转的不对的话呢，
转的不对的话呢，就会密合就会有问题啊。各位你就去稍微去看一下啊，让它尽量是该90度的90度。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结合卡扣在这里啊，这个地方，这里要特别跟各位讲，我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这边要扣上，另外一侧也有，这里要记得要扣上，这可能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结合卡扣了啊。再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这里，这不是有个，这个部件要记得翻出来，然后呢，推到外侧去，这样子，把它给，你看，这一块容易喷掉，容易喷掉，这样子推到这边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咬合点在这里，你看它掉了，就是这一块就很容易去掉，好，把它给咬合紧。好了，我刚刚呢蹲下去呢，把这个部件给捡过来，把它给扣好之后。最后的话各位应该也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只剩下最后这个头部，从这个地方后面呢，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根，但是这个基本上呢不没有什么很强的一个阻力，这样扣起来，所以我把这个地方给组合上去。这一款这个 Autobot Arc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整个算是大功告成了啊。当然它的底部的话呢，还有这个支架的部分，一共有三个，我们可以把它通通弄起来，然后呢就可以顺利的将它平稳的放在桌面上了。我们现在进入到它的一个方舟的一个形态啊，这个底部的这个升降，应该说起落架的话呢，你不放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怕说呢，我不喜欢它这个黄色的部分呢，有时候我们桌面可能比较脏，会去弄花掉。那它上面所有的这些炮塔的部分呢，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啊，一律都是不能够转动的。那原谅我呢，把它立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这个玩具呢毕竟是比较大的，这些都是不能动的。博派的标志呢印在两侧，再清楚也不过了啊。然后呢，全身上下呢最精彩的一个涂装的部分呢，就是它后面的这个推进器，这样看起来它真的是蛮壮观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无论我怎么合呢，它还是会稍微的有一点去爆开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机关按下去啊，它会有一个通道口可以降下来，而且有一个油压管。啊，看上去还是蛮爽的一个装置。那除了这个地方容易爆开之外呢，在这里其实呢它这个地方也是有结合卡扣的，灰色部件是有凸，那就卡住这个黄色的部件的。但是呢我怎么去压呢，它呢是能够压得到位，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又自己会去爆开，你看自己又撑开了，这个我实在是莫可奈何的一个点啊。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结合卡扣，我认为还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还有这里，对不对？这两个地方只要有扣上，原则上这个方舟呢也不至于会去散架了啦啊。那这个前面的这个驾驶舱给各位看一下，尽量给各位照一下，里头还是有一些细节的一个刻画了啊。那整个玩具的话呢，分量感也是很重啊。那这个最好的展示的角度呢，真的我认为可能还是从后方这样子来看，我觉得这是一艘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太空船。但是这里有一个空洞，就感觉很鸟，对不对？这个地方能够补起来的话呢，至少分数会提高很多吧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诚如我之前节目里头有提到的，我说泰坦级的玩具里头呢，这一款的一个噱头啊，诚意度来说呢真的是比较差的。但是除了关节紧实，脚底板很大之外，它可以说各方面来讲，尤其是在做工这个部分啊，可以说是输给其他的泰坦机呢是不止一个档次了啊。那基于一个反正泰坦机的玩具也不多吧，就有一个收集的欲望，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啊。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推荐你入了，真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玩具了啊。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